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Mandarin class. My name is Sisi, 我是 Sisi Laoshi. This is Chinese Upper Intermediate Level, HSK Level 4. In this series, we will be using these textbooks, HSK 4 Standard Course. Please have them ready in hand. Of course, these two books are not mandatory if you have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There are 20 lessons of HSK 4 Standard Course. Each lesson, I will make 4 videos, 2 for the vocabulary and 2 for the grammar section. For those of you already learned HSK 4 intermediate level before, this series is also good for you to revise vocabularies and grammars. Last lesson, we have finished lesson 1. Please do your best to finish your exercise in the textbook. Today, we will learn lesson 2, vocabulary part 1. Let's start. 适应, to get used to. 适应.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不太适应, 后来慢慢习惯了, 认识了很多人, 现在越来越喜欢这儿的生活。 刚, just, 刚, 慢慢, slowly, 慢慢, 习惯, to get used to, 习惯, 越来越, more and more, 越来越, 生活, to live, life, 生活,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 不太适应, 后来慢慢习惯了, 认识了很多人, 现在越来越喜欢这儿的生活。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不太适应, 后来慢慢习惯了, 认识了很多人, 现在越来越喜欢这儿的生活。 植物和动物都一样, 只有适应了自然环境才能更好生长。 植物, plant, 植物, 动物, animal, 动物, 自然, nature, 自然, 环境, environment, 环境, 生长, to grow, 生长, 植物和动物都一样, 只有适应了自然环境, 才能更好生长。 植物和动物都一样, 只有适应了自然环境, 才能更好生长。 交, to make, make friends. 交, 我26岁了, 但是从来没交过男朋友。 从来没, never, 从来没, 我26岁了, 但是从来没交过男朋友, 我26岁了, 但是从来没交过男朋友, 我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 这位王老师就是我新交的朋友。 Wei is a male word for person. 新, new, 新. 我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这位王老师就是我新交的朋友。我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这位王老师就是我新交的朋友。 交 also means to hand in. 上课以前请大家先把作业交给我。上课, to start a lesson, to have class. 上课, 以前, before, 以前, 作业, homework, 作业,
上课以前，请大家先把作业交给我。上课以前，请大家先把作业交给我。平时 ,normal times, 平时。平时我们一起看书、唱歌、踢足球。唱歌 ,to sing songs, 唱歌。踢足球 ,to play football, 踢足球。平时我们一起看书、唱歌、踢足球。平时我们一起看书、唱歌、踢足球。我平时6:30就要起床去上班，只有周末才可以睡到9点。起床 ,get up, 起床。周末 ,weekend, 周末。睡 ,to sleep, 睡。我平时6:30就要起床去上班，只有周末才可以睡到9点。我平时6:30就要起床去上班，只有周末才可以睡到9点。我妈平时喜欢上网，还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上网 ,to go online, 上网。经常 ,often, 经常。买东西 ,to shopping, 买东西。我妈平时喜欢上网，还经常在网上买东西。我妈平时喜欢上网，还经常在网上买东西。逛 ,to stroll, to roam, 逛。逛街 ,to go shopping, 逛街。逛超市at the supermarket shopping, 逛超市。逛商场 ,shopping in the mall, 逛商场。明天我准备带孩子去公园逛逛。准备 ,prepare, 准备。带 ,to take, to bring, 带。公园 ,park, 公园。明天我准备带孩子去公园逛逛。明天我准备带孩子去公园逛逛。逛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又累又渴。长 ,long, 长。时间 ,time, 时间。累 ,tired, 累。渴 ,thirsty, 渴。逛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又累又渴。逛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又累又渴。短信 ,text message, 短信。如果不回家吃饭，要记得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告诉我。如果 ,if, 如果。记得 ,to remember, 记得。发 ,to send, 发。或者 ,or, 或者。告诉 ,to tell, 告诉。如果不回家吃饭，要记得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告诉我。
如果不回家吃饭，要记得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告诉我。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有时候 sometimes 有时候一些 some 一些幽默 humorous 幽默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生日那天，他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短信祝福。生日 birthday 生日收到 to receive 收到祝福 wish 祝福生日那天，他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短信祝福。生日那天，他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短信祝福。正好 ,just in time, just right. 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聚会To have a party, party, get together, 聚会。下个星期六家庭聚会，你能来吗？家庭 ,family, 家庭。下个星期六的家庭聚会，你能来吗？下个星期六的家庭聚会，你能来吗？我们每三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每 ,every, 每举办 ,to held, 举办大学 ,university, 大学。我们每三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们每三年就会举办一次大学同学聚会。联系 ,to contact, 联系。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马上跟我们联系。请 ,please, 请。马上 ,immediately, 马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马上跟我们联系。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马上跟我们联系。虽然他们不常见面，但是总是用手机联系。不常 ,not often, 不常。见面 ,to meet, 见面。总是 ,always, 总是。虽然他们不常见面，但是总是用手机联系。虽然他们不常见面，但是总是用手机联系。差不多 ,almost, 差不多。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专门Specially, 专门。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绿茶，你喝一口吧。准备 ,to prepare, 准备。绿茶 ,green tea, 绿茶。喝 ,to drink, 喝。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绿茶，你喝一口吧。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绿茶，你喝一口吧。为了这次聚会，
王老师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为了 for the sake of, 为了聚会 party, 聚会国外 abroad, 国外飞回来 fly back, 飞回来为了这次同学聚会，王老师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为了这次同学聚会，王老师专门从国外飞回来。麻烦 ,to bother, 麻烦。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联系 ,to contact, 联系。参加 ,to participate, 参加。聚会 ,the party, 聚会。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麻烦 also means trouble。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从来不自找麻烦。聪明 smart, clever, 聪明。自找麻烦 to bring trouble on oneself, 自找麻烦。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从来不自找麻烦。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从来不自找麻烦。这件事挺麻烦的，让我想想应该怎么解决。挺 ,quite, 挺应该 ,should,应该解决 to solve 解决这件事挺麻烦的让我想想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挺麻烦的让我想想应该怎么解决毕业 to graduate 毕业我打算毕业以后先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打算 ,to plan, 打算以后 ,after, 以后先 ,first, 先段 ,a period of time, 段我打算毕业以后先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我打算毕业以后先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有几个同学毕业以后就没联系了。你能联系到他们吗？联系 ,to contact, 联系。有几个同学毕业以后就没联系了。你能联系到他们吗？有几个同学毕业以后就没联系了。你能联系到他们吗？好像 ,as if, 好像。我不认识那个女孩，但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但是But, 但是见 to see, 见我不认识那个女孩但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我不认识那个女孩但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的样子。眼睛 ,eyes,
眼睛。红 ,red, 红。刚 ,just, 刚。哭 ,cry, 哭。样子 ,appearance, 样子。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的样子。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的样子。这个咖啡馆周末好像不开门，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咖啡馆 ,cafe, 咖啡馆。周末 ,weekend, 周末。开门 ,open, 开门。别的 ,other, 别的。地方 ,place, 地方。这个咖啡馆周末好像不开门，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这个咖啡馆周末好像不开门，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重新 ,again, once more, 重新。我想去别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别的 ,other, 别的。城市 ,city, 城市。开始 ,to start, 开始。生活 ,life, to live, 生活。我想去别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我想去别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你把这些做错了的数学题重新做一次。Bar structure。这些 ,these, 这些。错 ,wrong, incorrect, 错。数学题 ,math questions, 数学题。你把这些做错了的数学题重新做一次。你把这些做错了的数学题重新做一次。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依旧 structure, as soon as. 照片 ,photo, 照片。John is a merry word for the photo, 照片。想起 ,recall, 想起。断 ,the merry word for period of time, 断。快乐 ,happy, 快乐。好像 ,as if, 好像。校园 ,campus, school, 校园。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尽管 ,although, 尽管。We'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真正 ,true, real.真正。不学汉字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难 ,difficult,
难。了解 ,understand, 了解。文化 ,culture, 文化。不学汉字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不学汉字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幸福 ,happiness, 幸福。不同 ,different, 不同。答案 ,answer, 答案。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友谊 ,friendship, 友谊。祝我们友谊常在。祝 ,to wish, 祝长 ,long, 长。在 ,to be exist, 在。祝我们友谊常在。有人说，友谊就像酒一样，时间越长越好。像 ,be like, 像酒 ,wine, 酒。越 structure, the more.越长越好 ,the long the better. 有人说友谊就像酒一样时间越长越好。有人说友谊就像酒一样时间越长越好。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一段真正的友谊是多么不容易。真正 ,true, 真正。段 is a mere word for time, 一段时间 a period of time. It is also a mere word for friendship, 友谊, as friendship is also a part of life experience. 容易 ,easy, 容易。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一段真正的友谊是多么不容易。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一段真正的友谊是多么不容易。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Next lesson, we will continue to lesson 2 grammar section part 1.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leave your comments below and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get back to you. Please subscribe if you like my video.As a reminder, you can find HSK1, HSK2, and HSK3 series in the playlist of this channe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我是 Sisi 老师, I will see you very soon in next lesson. 谢谢,再见,拜拜。